在教室。大山说，马可，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。马可说，哪里哪里，我们班王静说得更好。大山说，怎么好？马可说，他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。大山说，王静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马可说，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。哪里哪里，在蛋糕店。小丽说，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小刚说，这是最后一块。小丽说，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会越吃越胖。小刚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变胖。小丽说，为什么？小刚说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。瘦胖放心总是甜蛋糕在山上。小丽说，我有点害怕。怎么了？小丽说，山越高，路越难走。我也越爬越冷。小刚说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我对这儿比较了解。小丽说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爬。小刚说，好，一会儿，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。中间条比较了解担心害怕在小明家，同学说，小明，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？小明说，我这几天脚疼，没休息好。同学说，去医院了吗？医生说什么？小明说，他让我多休息。休息得越多，好得越快。同学说，下个月的篮球比赛，你能参加吗？小明说，一定能参加，一点儿影响也没有。熊猫，唐，月，比赛，参加，一定，影响。哪里哪里，
更更